们已经开始播了。那可以开始吃了吗？可以，你们吃吧。吃吧，吃吧。你们倒是吃，还是很好吃的，还是很，无所谓啊，你们都是这样聊，都是好吃的，你就算了，不是好，不是自己做的，有一部分是自己做的，有一部分是外卖的。没有，不是所有都自己做的，太多了。Baby China 玉林瑞，你们干嘛呢？一口吃两个太少了，至少要一口吃十个吧。一口吃两个也是随随便便。为什么我这显示只有两个人在看啊？看的人好少。在播。他们有观众让你们一口吃两个。一口吃两个，你说了一个半小时。还两分钟，还没开播呢，算了。logo 还没放。我真的是慢一点啊，因为接下来还好多戏都要播。我们要吃慢一点啊，现在待会有好多戏都要播。观众说你们太熟。大家吃起来真的，它转起来会容易掉。比较优美一点。可以在你这儿做优美，借个盘子。挤一挤。哇靠！最后怎么吃啊？最后水都没了，你看这个表子哦。吃太快了。我们还有前四，我在吃前四的鱼。哦。这个是细的，好吃吗？好不好吃呀？很好吃。可是你都吃像个酒吧老板一样，就是，怎么像一个酒吧老板一样？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不能喝龙虾的。快过来吃，我给你包一个，不然我也不太会包。哎，快吃完。拍一下他们的镜子，我吃完再吃，慢点吃。我保证这是我最后吃，是最后。这个要倒。嗯，不用。完了，把它放下去。要不要把它摆回去？觉得可以摆。是吗？哎，挪威那边有人在看吗？好多人跟我们互动，都是我们的熟人。谁啊 ？Asian Dog Boy， 韩剧。真的吗？完了，我觉得我得重新刷漆了这个桌子。我吃的是个冷的，但还是很好吃哎，龙虾好好吃哦。嗯，还是别吃。还有一没有了，这真的是小龙虾，真的是小到出奇的小。这边好吃，我以为它是个虾。应该会不会？我试一下。
因为大龙虾也是光。光试一下。快点吃，我还有那方。你完全没有，你看龙虾马上就被他们干光了。羽毛换太子，你继续。那一秒钟，我应该备点存货。羽毛换太子，这有一点点存货。我觉得再点一下还来得及。这个点还来得及，我也觉得。现在再点还来得及。点的没准备加钱。哇，这龙虾真的是太了。那现在点的话，他要一个小时才能来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最后拍照的时候，刚好我们拍回，刚好我们拍返场，拍那个还是弱。其实还有一些了，待会儿。那个还有谁还有？狠点吃，这个这个好。没有人回答问题。
为什么只有三个人在看？我也不知道。招个手 ，Hello。哎，那边有在直播吗？应该在播了。他们有说吗？嗯。他们有说吗？嗯，有，就是有进，有跟我说一声。应该一直在播。嗯，那就行。眉毛遮掉。没有我的龙虾吗？没有。我要先给他把粉弄均匀。是超级无敌无敌无敌遮瑕霜，说了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，看着就好。干嘛？